嘞，你看这是妈妈上班的时候的样子。妈妈。嗯。啥？妈妈想你了。哦。你想不想妈妈呀？想啊。那想跟妈妈说点什么呢？谢谢儿子，那你跟爸爸在家里也要照顾好自己哦，好不好？相信妈妈很快就可以回来跟你们一起，好吗？好的，那我们一起加油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加油。我们这个病区是在2月3号晚上7点钟开始收治的第一波病人。那么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个老人。进来不过一个小时，经过一个小时的抢救，然后很不幸的去世了。当我们联系他的家属的时候，家属正在给他的妈妈办理入院手续。然后当他听到这个消息，他带着他妈妈正准备到我们病房办理入住，他当时非常非常的伤心，一步瘫坐在地上起不来。这一个场景给了我非常非常大的触动，我就想跟大家说。我们所有的医务人员都在拼尽全力，我们希望所有的家庭都能够团圆。